念吼，太结棍。啊，即摆伫咧强调，咧强调，有阮总是伫美国咧，就讲来讲，观念太结棍是内家亲。太极拳最重要就是咧打思想，你无思想的基础是，你干呐辛苦干呐，当遐当当遐你偌好拍，你偌好，啊，你原来是就是一款亲像外家拳同款，所以我一再咧强调就讲，你来拍太极拳，你无思想来打，因为太极拳安怎讲安怎讲就是。
春天之气，接地之力，啊，这个人干那第三名。运作一个，咱来一条天线板块，只要天线愈无障碍，天地的交融就愈多。所以春天之气，接地之力，安尼接起来了后，咱咧讲话说三才合一，就是天地人合一。这就是你不要笑，你看咧啥物？你看，这是是不是？这足怪是境界，对不？咱就讲要三才合一，好。所以刚定文章咧讲，春天之气，接地之力。所以定文章今天第一类，伊个用感情写的一篇。文章是一个细的了内底，可能咱的前进点外多啊，因为咱的许拢有吼，伊在去看从高底下来，所以他说打太极拳就是地天泰，就是水火既济，这是拢《易经》内底八卦，十个四卦内底因两个卦。天在上，天在上，地在下。这个卦呢，天地皮啊，皮卦啊，水在。火，因为像天气是往上升的，地气是往下降的。那火是往上烧的，对不对？水是往下流的，这愿望都比较消融，所以那必须要斗斗正的，把天气引下来，把地气引上去，这个时候就变成这样子，地天泰。咱常常咧讲咧做地基以太啦，就是咧讲这个。那火在上，水在下呢？这个卦，八卦十六十四卦，同尾这两个卦就是同尾啊卦，火水对峙。那人啊，火气大啦，不咧水积，这款人足济，这是水火不调，水火不调，所以你咩啊？把火引到下面，把水引上来。所以咱为什么要走小路呢？因为这里接弯要那么高，好，那你就来这么高。所以我们这个身体这样子，火气上升，我们的意念上升，我们的水又往下流，这个水火不交融的身体，迟早都会出问题的。所以你们这个理念讲教哎。练太极拳就是你要把它调整过来，把火放到这个地方水的下面，那就变成水火既济。大家把天气引下来，把地气接地之力引上去，这个叫做地天泰。那点完天气你的讲家子，你讲这一安尼来，你先顾主人就会顺嘛。啊，水火交融啊，也让天地交泰。